我是回到全民最大党，我是陈宁官。年代看民视，民视看年，哎、欸，不是年代看啊，年代看向前看，年代向前看，向前看年代。我不是在民视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一次涨足的电价改三次涨足，那一次涨足的电价是不是回不去了？那我们最近呢，中天电视呢有重播当时很红的这个啊卡通哦，叫做《乱码二分之一》。那我们现在来听听《乱码二分之一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。我是《乱码》的未婚妻小倩的。所以你们都可以叫我乱子内。哎哎哎哎，哈基米马西，哎，大家好，嗨嗨，我是梁牙的谁？哎哎，我是乱马的死对头。我也很喜欢旁边那个马子，那个马子叫小倩呢。嘿，呵呵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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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想要打我呢？你看看我的事业线其实比他深呢。哎呦，真的吗？你过来，一定是衣服款式的问题呢。嘿。乱码，哇，想不到你的事业线这么深呢！啊，是的呢。这道深深的事业线长在你身上，算是浪费了呢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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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东西你呢？哎，哎，是这样子的哈，那个，你说你小名叫什么？啊，因为我现在是女孩生呢，所以大家你们都可以叫我乱子。哦，乱子是不是？我觉得把你留在这个舞台上才会出乱子啊！哈，看好，这是热水呢。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梁瑶，怎么样？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泼得我全身都湿了？你不高兴吗？怎么样？你要跟我挑衅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来啊！来来来来，决斗！来来来来，怕你啊！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啊！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跟观众解释一下哈，是这样子的，他是乱码。刚刚那个女鬼也是乱码，那这个乱码是个男的，这是个痞子。他呢，只要遇到了热水一泼，他就变男的；那如果冷水一泼，他就变成刚刚那个女鬼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，那这个秘密呢？这样讲的话，郭子乾被热水一泼，应该也变女的。哦，郭子乾被热水一烫，他就变成一个什么？受伤的郭子乾就这样，他没有变哈。那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，你是不知道的，你不用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在这边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电价要涨，好，电价要分三次涨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分成三次涨，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到场的生意哟，被这个影响很大，大家有没有办法呢？有人用冷水浇花呢。哦，小倩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办法帮你解决。那、no, 你有办法是？哦，哎，他有办法了，我也有办法。这是一杯热水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梁淼，你为什么要泼的我一身热水啊？我觉得，这一泼下去，你变身水就变少了。哎，这样比较像哎。怎么样？你这样非常浪费资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是啊，你看我们的道馆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没有生意啊。哦，你知道我的方法是什么吗？什么方法？就是省，能省则省。哦哦哦，气温不低于24度，我不开暖气；不高于30度，我不开冷气。随手关灯，顺手拔插头，可以省钱，手湿湿的碰到还不会触电哦。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大脑嘛，对不对？你那只是能省小钱而已，你不知道政府涨电价是涨定了吗？所以你要知道。涨一次涨足，跟分三次涨足是一个意思嘛？我们现在就要痛，就一次痛快个够，一次涨足，以后他不管要涨还是要怎么样，都不关我们的事啦，对不对？哪像你是笨蛋啊，你在那边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等一下呢，我觉得哦，两个方法好像都不太对呢。啊？如果一次涨很多的话，这样子学生就不会来道馆报名了呢。哎，痛苦。那也是呢。但是如果要省的话，好像又没有什么效果呢。该怎么？好省的汽水也是冷水呢。哦，你刚刚讲的就是大错特错，梁牙还想要追小倩呢。我告诉你，涨一次跟涨三次，明明就差很多呢，对不对呢？确定吗？来来，你看这边有三个空杯子，对不对？谁要来做客？
啊，这里有一杯热水哈。没事没事，我要倒起来。你看我分三杯倒，有没有？吓死我了！大家看清楚有没有？我平均的倒在三个杯子里面，有没有？我们这里刚好三个人嘛。哦，那我就一次来，你看哈。等一下，太干了，这也是热水哦。对，好，什么？你这样泼来泼去，大家都搞乱了。好，那你自己还不是在那边变来变去，大家也搞乱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。就这么的，你们泼水泼得很开心，可是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呢。是哦，都是他那边变来变去的啊，乱来乱去。哎，我变来变去，观众还知道我叫做乱吗？啊，这油这样变来变去，电费都不知道涨到什么时候了。哎，对哈、哦，所以还是说哈、哦，我觉得不管政府涨不涨电价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好的用心经营家里的道馆，你就嫁给我，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开创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小倩，美好未来吗？要开错不是跟你开错吗？我是乱买的未婚妻呢，莫名其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，你要一次涨的话，就让人家一次骂够就好，不要分三次被人家骂三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芒果乱爆。Scratch， 以天下八卦为己任，自他人死生如道外，言论自由。芒果乱报，攞到 ，OK 啦 ，OK 啦，我们的新闻风格是什么？别人拍不到内裤，我们一定拍得到。那我们的新闻原则呢？别人不敢登的尸体，我们一定登头版。这两个风格跟原则一定要牢牢谨记了吗？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，你知不知道 ？It's our responsibility， OK？ 上新闻啊！老总，这个台湾新闻自由度排全亚洲第二，都是被这个亲中媒体给垄断，这个新闻我们要怎么报啊？遗憾，我真是觉得遗憾了。你看看，遗憾、啊，我们是第47名，亚洲排第二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什么新闻自由了？你说，啊、我们能自由吗？我们到现在执照都没有过，这样很自由吗？你要旺旺这样一起打压我们，我们这样到现在拿不到执照，他们如果都合并成功的话，是，那么你怎么养你的小孩？你怎么样子结婚啊？你怎么样有前途？是不是？我们怎么样再继续报？我们怎样继续垄断？不是，他们叫垄断，那我们不垄断。我刚刚讲垄断吗？我没有，对，就是我们不要垄断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样不去垄？应该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不会去垄断，是不是？是他们旺旺在垄断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，我们是很可怜的，我们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媒体人。老总，我们是 not the truth， nothing but the truth， 我们只要真实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真实吗？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拍一些艺人的一些隐私啊，然后帮他上一些对话框啊，可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意思，然后弄到最后他们家破人亡，我们这样真的真实，这样好吗？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吗？我们是在揣摩他的意境，一个心态。我们揣摩给我们的乐听人知道，说他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拍到这个照片，我们是合理的怀疑，他很有可能他们是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？合理的怀疑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求证呢。有时候求证不是我们求证呢，其他电子媒体会跟去求证的吗？对对对。然后他一天到晚小弟一直盯着他，跟在我们的后面。所以不是我们害他们呢，没有啦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是把这个消息点出来了，那我们就看。这个有没有卖点呢？如果有卖点，我们就继续做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市场取决吗？不能怪我们呢？你有没有错？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没有错了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想一想啊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舞台，我们没有了电子媒体，你们怎样养你的小孩？你怎样的结果？我这个讲过了哈。但是我们是要让大家真的能够同情到我们。对，我们不能让旺中就病中家了嘛，你知不知啊？要让大家同情我们。那台湾人最会同情弱者，我们现在弱者的姿势。我们现在是弱者，知不知？是。OK， 上其他休息。老总，就是有学生放响屁，就被老师惩罚，这新闻要怎么报？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。
因为对我们来讲，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大篇幅的报道，二十四小时的追踪，报道这个屁是怎么样形成的，怎么样放响屁，然后放了响屁以后，老师怎么样子公布他的消息，怎么样让他觉得 embarrassed， OK？ 老总，怎么样的伤害到这个学生的自尊心？是老总，可是这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？因为你刚刚讲他行程好像是高，这是小题大做吗？这就是水门案件的翻版啊！你知不知啊？生喉咙很可能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是要小题大做，小事发大，大事发更大，大大事更发更大，大到没有办法收拾，是我的不高兴。哦，这样子才有卖点嘛，你知不知啊？这很可能，他应该放一个屁，是，然后这个老师就把他公布出来，他放屁这件事伤到学生的自尊心。对，这个学生可能因为自尊心，又从此成绩一落千丈，从此交不到朋友，从此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家人，没有办法面对他的朋友。后来他变坏，误入歧途，最后锒铛入狱，是不是？他因为一个屁，最后被判了二十年。你说这个事情，我们应不应该追踪报道？应该要追踪报道。OK 了，看懂了吗？一个屁，所以这叫什么？一个屁影响有这么大，这就叫 what the 屁。OK， 啊，what a 屁。哦，忘了。上其他交情。老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这种事情我怎么解释呢？有些事情呢，我们自己不用解释，别人解释就好。大哥们，你讲这个我不解释，因为我们是媒体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媒体需要解释吗？上其他消息，老总，王心凌变成小三，介入姚元浩以及隋唐的感情，这新闻我们怎么报？他讲话很坚决，他是有手势。王心凌介入这个小三的这个消息了，其实你说怎么报？老总，其实这件事情是他邻居爆料，我个人觉得这邻居非常的厉害，他就报得非常的仔细，是说他们每个时候都是从王心凌先开车开到姚元浩他家，然后我们再换另外的车出来。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挖角这个邻居来当我们狗仔？对，而且我们可以省钱，这就是重点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来台湾十年，这个耕耘是没有白做，有收获了。我们有收获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我们改变了台湾人所有的环境，我们让台湾人互相之间都不信任，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地方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大家都不信任，对，大家不信任就会去求证吗？每个人都有一个实验的精神，求证的精神，是不是有求证的精神？每个人都是变成科学家啦，是不是？都想去拍照，都想去知道说，哇。他是不是有什么？哇，他是不是有什么？然后你就不会相信你的邻居，你去到哪里都觉得怪怪的，是不是？你都会想去求证，然后你就会有一种 spy 的个性。这种 spy 的个性出来以后，你就间接的就会保密防谍。所以我们这样一招下去以后，整个国防的力量增强了。我们是对国家有益的，你信不信啊？真的好吗？这没有好不好？只要赚钱就好，就懂了吗？照片来了，看一下。有李佩旭跟蔡淑臻的照片，我帮你看一下。这照片就是要不需要，我自己来。李佩旭、蔡淑臻啊，两个看起来好像这个脸上很光滑，一点皱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下标。这个香蕉羞羞脸，李佩旭、蔡淑臻成塑化情人。对了吧？快四十岁的塑化情人，哇！顺便检查一下，他们有没有被塑化剂毒害？是不是塑化剂吃太多了？听我讲一下，讲到什么时候？跑新闻去干什么东西？等谁？台湾媒体这么多新闻怎么办？乱报就 OK 了吗？喂，大广麦。我们是发掘别人的秘密，我们的秘密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